小相声叫卖图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。嗯，刚才是郭麒麟、阎鹤祥，是俩人说这叫日本梆子。哎，阎鹤祥是我徒弟，郭麒麟是我儿子。嗯，今天很开心和儿子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。哎，这叫什么话呢？把我又搁里头了，您这个别正经啊！这还正经？啊、他是亲的啊，我是干的是。哎呦，我的天！送东西来了，还要吗？于老师？哎，要啊！谢谢您不？老有送东西的哈。嗯，您拿着吧啊。哎，这个还有没有？哎嗨，还找这个呢？我一看观众送东西，我打心里边特别的不落人，真是是啊，嗯，这是你是哎呦，嗯，这只有这二词儿好人，哎嗨，您这是不落人的意思？好吧，算我没说吧啊，嗯，站在台上老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对，一点都不假，是咱们之间是一家人，嗯啊，我们的任务得把相声说好了，嗯，让您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，对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了，嗯，其实您各位对我们也都熟悉啊。郭德纲，嗯，他叫驴鞭，嗯，啊，在整个中国相声界，你先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你不用认为了，嗯，您把我这名字说的清楚一点行不行啊？这老听着那么壮阳的，这个那么大岁数，废话，您这什么话，这是没介绍好，你要没说我都没想起来，哎，我早想起来，可能也是我这个岁数大了，嘴不利索，你说清楚，姓于。这不就对了吗？于鞭，哎，在这个行业里，咱不能越介绍越小吧？鲸鱼，别对付了，行吗？这还对付什么呀？你看怎么也不行了是吧？你说清楚了，比什么不强啊？你于谦，还是的吗？那不得叫什么不吃饭是不是？那不成啊？挺好啊。有的时候爱跟观众聊天啊，很多时候观众老给我出一个问题，说听说你们这个说相声的叫非主流是吗？哦，说人家那是主流，有这么两个说法。每当听到这个话，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。怎么呢？我不愿意分得太细致。哦，不分这什么主流什么非主流，其实说相声就这点事儿，是吗？就是一家人。你要这么说，于老师也是主流也是非主流，我怎么那么两河水呢？你看，嗯，首先说主流也无非是体制内的专业院团，哦，拿着工资，这是主流。哦，这么分。非主流呢，就是体制外的闲散的艺人们，像咱们这样，凭能力吃饭，嗯，自己卖票。哦，那但是往根儿上倒，不就是艺人吗？都是艺人。您是两边都待过的，怎么呢？你想啊，从小。做科学艺毕业之后，北京市曲艺团专业演员，哎，那是典型的主流，主流演员。对，这是后来那边落赔了啊，落了魄了，是到我们这儿来，哎，一起干。你说他是主流，他是非主流，这真说不清楚。人家还拿过相声大赛的奖呢，啊，还真是参过赛，获过奖。我见过啊，是一等奖，于谦。哎，这荣誉，什么什么相声大赛吧，一等奖。啊，高兴坏了你，可不美吗？逮谁跟谁显摆呢？跟人告诉人，哎啊，来，啊，哑巴呀我！这不，行了，过去不用他，哑巴我还获奖了呢我。你要不是哑巴，你就获不了奖。怎么哑巴非得获奖？比赛这个东西，列位啊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，这怎么讲啊？你看。文啊，啊，不管是唱戏的也好，说相声都算是归着文行呗。对呀，啊，这个东西分不出谁是真正的第一，是吗？就拿这晚上说相声啊，啊，来俩孩子说一个报菜名，哦，这一背，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贯口。有人说了，我爱听。好啊，又来一孩子跟这说学歌曲，哦，另一批观众说了，我爱听，有喜欢这个。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分谁好谁坏？哦，喜欢学歌曲的说了，我喜欢我这个，嗯，你那报菜名我听着讨厌哟，
喜欢报菜名的说了，这是真正的艺术啊！学歌曲那胡闹，我不喜欢。嗨，所以说艺术凭的是感觉，嗯，每个人的欣赏角度不一样，哦，他就没法分出来谁好谁坏。是，所以相声大赛其实这那么回事吧？哎，怎么就那么回事呢？那拼到最后也无非你是谁徒弟啊？你哪单位的？给你一等奖，你能花多少钱？是不是？嗯，你看哦，就这么分了。他那年比赛不就因为这个吗？啊，人那俩人争一等奖，打得头破血流的。哦，大伙儿这别闹了，嗯，这给那哑巴吧。啊，给哑巴了，啊，这给哑巴了，这就他正闹嗓子呀。啊，闹嗓子都说不出话来呀。嗨，哎呀，嗓子也肿了，就是那钉子裤勒太紧了。哎，这没听说，您这玩意儿还都连着的是怎么的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呢？哎，这。练武术搞体育是一定能分出来谁第一谁第二，必须能分出来。比如说跑步，哦，这多少多少米我跑了五分钟，好，你跑了三年，嗯，咱们那我就别参赛了，那我、就是、我这还舔着两个人赛去。你死的道上，哎呀，死的道上找到尸首三年，哎，好嘛，破案都够慢的。这是玩笑啊，我跑五分钟你跑六分钟啊，差一分钟，谁都知道五分钟这个赢了。对、啊、所以说体育好分，哦，哎，艺术类的难分，不好分啊。其实话又说回来，什么叫主流，什么叫非主流？啊，好好说相声，对得起观众，比什么都强。这倒是。当然了，有人非得分，说这里边到底能不能分得很细致呢？真的能分？从技术手段上来说是可以的。哦，还真能分。主流啊，能分出三种档次的演员。那您细致说一说。哎，头一个档次，嗯，相声艺术家。哦，我们这行的艺术家。哎呀，那厉害了。哦，专门上各种大型的晚会，哦，梳一大背头，嚯、哦，穿一制服，嗯，抹一红嘴巴，嘿，捯饬的跟北朝鲜政府官员似的，哎嗨，什么扮相这是？打完了鸡血上来，嗯，往这一站，激昂慷慨，催人尿下，尿下，就认为全世界不听这俩人说相声，大伙儿就都得堕落了。是啊，啊，就这么俩货站在这儿，好、哦，哎，就这么俩艺术家站在这儿。嗯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坦诚啊！这说实话了，这是头一个档次的。嗯，哎，第二个档次的呢，大型的晚会上不了哦，但是很挣钱。那钱从哪儿来呀、啊？吃企业家哦的老板呢？哎，这山西那个煤老板、嗯、聘闺女，嚯，打北京拉一车艺术家啊，咵都卸在煤矿边上啊，卸那儿的，对着煤老板无限的赞美，怎么夸、啊？哎呀，您这个闺女啊，像我的亲奶奶一样啊！这是夸人的吗？梅老板很开心，高兴，这给三万，那给五万，哎呦，挣了钱了、哦、所以这路演员属于是做外围的，嗯，相声演员也有做外围的啊，这第二个档次，嗯，第三个档次就差一点了，他们呢，嗯，上不了大晚会，也很少能挣到大钱，那他们指什么呢？嗯，单位里边呢，一个月挣个三千四千的工资，哦，反正这个拉个嗓子，切个痔疮，国家报销 啊，两头都管，那是啊，演出呢一般就是慰问哦，不要钱，哎，也给200块钱上下，那这不多了，哎，这简单啊，上了场十来分钟就算完成任务，还有时间，哎，一上场先唱歌，唱什么呀？那、哎、就唱歌都一样，嗯，无论到哪，比如说到了太原了，山西，往这一站，嗯，太原呐、啊，太原呐、啊，我的故乡，唱一段赞美太原，哦，哎，下来之后这200块钱，这他的故乡，哎，其实他不是太原人啊，哦，哎、就是拿这当技术手段。哦，那到别的地方、嗯、一样。明天到了，比如说，到了郑州了，河南啊，郑州啊，郑州啊，我的故乡，200，这改那儿的故乡了。沈阳啊，沈阳啊，我的故乡，200，哦，又改东北了。哎，那也唱来唱去，也就是两个字儿的地名，他能唱。哎，石家庄，石家庄，我的故乡，200，仨字儿也行。佳木斯，佳木斯，我的故乡，200。哦，那、嗯、到了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我的故乡，这就绕点了。嗯，180。啊，怎么180啊？还吃人20块钱葡萄干呢？嗨，都算的。乌鲁木齐，乌鲁木齐，我的故乡。哦，那到布宜诺斯艾利斯，这个还行吗？你给我点时间运作一下。哎，这好，现想。布宜诺斯，嗯，别去。哎，这不去了，去不了。怎么？这路演员没有护照。嗯，嗨，出不了国。200块钱，你还想上哪儿是吧？哦，最大的快乐就是拿手机在家里边拍鱼缸。干嘛呀、啊？拍完鱼缸发一微博。嗯，哇，我在普吉岛潜水。哎，这嗨，这潜水都看见鱼虫了。啊，
你不能这样，你抨击人太狠了啊！谁狠呢？咱俩啊，你以后你都回不去了，我告诉你。对，那咱俩住一块儿吧。哎，好吧，啊，看电视方面，嗯，这是主流的三个档次。嗯，非主流相声界也有三个档次。您再说说。第一种，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相声艺术，实心实意的爱相声，拿能耐吃饭。哦，哎，比如说有，哇，哎。别让他们知道。哎，这嗨，比如说还有，还有，啊，会有的。没有，这第一种啊。第二种呢，普通的民间相声小剧场。哦，旱涝平天。嗯，挣多少钱，花多少钱，是也是可亲可敬。那是第三种就厉害了。第三种是原来是观众。观众听了些日子，觉得不解恨啊。起义啊！这嗨，听相声还有起义的。140块钱做一大褂，嗯，25块钱来双布鞋，是再也不用买票了。哦，就是上场说相声，这就说呀，艺术风格很多种，是有陈胜吴广，有太平天国，哦，有瓦岗山，有李自成，一群土匪吗？这不是，这是最难惹，最难惹，怎么难惹，啊？其实我很希望，不管是主流还是非主流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。嗯，好好说相声比什么都强，这一点不假。这行说简单，真简单啊！这俩大活人站着就说了，是，慢说大活人半死都行啊？谁呀？我是半死那个。但是真下功夫不容易，那当然，淘汰率太高。哦，7、8岁学相声，嗯，到20来岁通知你了，对不起，你不适合干这个行业。这么些年了，比这个惨的都有呢。还有吗？你到现在都没告诉他。嗯，我呀，我不至于啊，就说这个意思啊，实在是不容易。哦，天下的人分两种，嗯，一种是能说相声的，一种是不能说相声的啊，就这么两种。相声演员没有好与坏，您记住了。哦，你说这个演员稍微好一点没有？哦，我们这行就是会与不会。哦，哎，你是说相声，或者你不是说相声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分四门功课啊，脱鞋就唱，脱鞋唱，那怎么说？说学逗唱，说学逗唱，对，嘴里边要干净，要利索，嗯，脑子还得好，哦，而且每一个字儿出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嗯，不管您坐在哪一个角落，都得让您听得见。哎，这是功夫了。说话不清，钝刀子杀人，就这么难受啊，嗯！得对得起您的每一张票钱，哎。不容易，包括这个唱，嗯，其实我不止一次在舞台上说过，相声的唱指的唱太平歌词，没错。除了太平歌词之外，唱京剧、评剧、梆子、大鼓、唱歌，嗯，这都属于是学。哦，啊，我唱几句太平歌词，你们听听好吗？好啊，太平歌词，太平歌词好多段，咱们来什么呢？嗯。这真有一个明白人啊！人家姑娘说了，叫小帆。哎嗨，那是京剧啊。当然允许人家观众不了解哈。啊，哦，不知道。保安，啊，这是允许吗？这我们再来啊！啊，我们唱一太平歌词，唱一什么呀？啊，单刀会，大部分都是喊叫小帆的，我听。保安忙不过来了，好几个喊单刀会的，是有一个喊舞龙捧圣的。哦，嗯，看来你们是非常喜欢这两个节目。嗯，那我给你们唱一个骷髅叹吧。哎，您这人什么脾气？这是你个性。哎，这太个性了。问题是你让他猜中了以后他不买票了。那，哎，这不至于。骷髅叹是一个传统的太平歌词的小段。哦，当然不是最小。嗯，最小的有两句就唱完了。两句，哎，这个能唱个十来句啊，很简单，上句下句，嗯，来回一叨叨，会两句就会一万句。那您唱啊，但唱好了不容易啊。嗯，我试试这个，嗯，来，嗯，那，嗯，啊，这甭指了。我看保安那磨刀呢。哎嚯，太狠了！听相声说错话多可怕。嗯，庄公打马下山来，遇见了骷髅倒卧在尘埃。庄子修一剑发了恻隐，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，葫芦里倒
出来金丹一粒，那半边红来半边白，红丸治的是男儿汉，那白药粒治的是女裙钗，用金簪那巧牙关把这金丹关系呀，骷髅骨得命站起了身来，伸手抓住了高头马，叫一声老道你听个明白，怎不见金安玉臣我那逍遥马，怎不见琴剑书香我那小硬孩，怎不见千顷良田风吹荷叶，怎不见扭扭捏捏美满的裙钗，这些个东西我不把你来怪，快快快还我的银子来。庄子秀闻听长叹气，那小人得命他又要私财。好，就这么一个小段，哭了我叹啊，这个好几百段的有啊，演员们都不爱唱，为什么呢？他也没个伴奏的，也没个伴舞，一人干唱有多的毛病全得露出来，哎，容易露馅。对，你我一人站，我这后边来四万人的乐队，这就好办了。四万人乐队，你也不知道我唱没唱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全盖下去了，好蒙。但是这个唱最难了。对了啊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再唱什么都是学。哦，比如说于老师经常在舞台上学的各种歌曲啊什么的，嗯，他们非闹，这谁非闹？谁要不提这个呢？哎，我不提，嗯，看见了吗？啊，人观众都熟悉你。啊，因为于老师对歌曲确实很熟悉，因为他是从歌厅长大的。这谁呀？不是，他的生活是在歌厅。我好，我拿我当韦小宝了。原来，谁哪儿？后来住着洗浴的啊。好，没挪过好地方啊。大伙儿喜欢您，来两句吧，是吧？这，您瞧，老让我唱，您这玩意儿。你先来，好吧？您后来，你唱完咱们下去。哎，这完了那就啊。爱听于老师唱吗？于老师唱的好吗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我救不了你们了，你们就这样作吧啊！哎，我已经批评他们了，来吧。您这是批评吗？真唱啊？唱呗。我怎么不会什么新的？你看看，有人点了《茅房姑娘》。茅房姑娘，我也得瞧得见呢。保安先弄那个，这个不着急了，那个岁数大啊。什么房？哪房？啊，花房。花房姑娘。花洒姑娘，哎，这还是洗澡这点事儿。来吧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唱的这都什么，这个咱们唱一个新的吧。哎呦呵，我这老唱这我自个儿都觉得烦了，那我也觉得烦了，是吗？我都听腻了啊。咱们就唱两句一块红布吧，好吗？歌不是新歌，但是我没唱过。 好，以前学了这么几句，咱们就唱这么几句。太好了，啊，谢谢啊，也是崔健的啊，嗯，吓我一跳，您这哪儿就出了这么几次？谢谢大家啊，谢谢，真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您不喊了吧？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，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。你问我还要去何方，我说要上你的路。就到这儿吧，谢谢就会这么几句。我特别感慨啊，我很感慨。怎么呢？你要是有一块布，何至于穿钉子裤？嗨，你还把眼神都给我锯出来了。捧哏演员一般都唱不了。嗯，你想，但凡能唱，人家出来站这边了就啊，谁还跟里边没羞没臊的？这叫什么话？怎么叫没羞没臊？这就属于是文武双全啊！不敢当，真好。下场这个就属于是学唱，对，唱京剧、唱评剧、唱歌、唱这都算学。哎，说学都唱着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个都有原唱，哎，都有人家的专业演员。是，唯有太平歌词是我们自己是专业演员，哎，这本门唱，这么个意思啊。嗯，你包括这个了，包括学个动作了，嗯啊，学个表演了，哎，学个街头叫卖啊，嗯，都是我们的功课。哦，叫卖也得学，现在是没有了。
现在你敢出去叫卖，那不得让城管打死？哎，这对吧？是，嗯，现在叫卖不像话了。嗯，过去小商贩们，你是指的什么呀？嗯，啊，有人说，哎，过去据说老年间的电台也播广告，嗯，播广告是播广告，嗯，同仁堂行。大买卖，同仁堂、东来顺、六必居，这个大买卖也行。哦，你说卖耳挖勺的，嗯，上回电台，嗯，你说来一回广告，这辈子白干了。这好，全给人奔了。所以说，全靠在街上。嗯，大买卖、小买卖，走街串巷的，挑着挑着、担着袋的，嗯，全靠自己这张嘴。哦，这嗓子要啊！你包括过去那个卖故意的，卖故意，故意就是旧衣服。哦，哎，现在很少有穿旧衣服的。嗯，过去那个收来的旧衣服是洗干干净净熨好了，搁在那儿卖，再卖给别人。卖故意是个艺术。哦，这倒是艺术。他不光是卖货，他连吆喝带唱。哦，还唱？你北京城卖故意吆喝起来跟唱歌似的。怎么吆喝呀？拿着这件旧衣服，您试试啊，北京的故意啊、嗯，拿着这个啊，这好比是个貂皮大衣，嗯，嚯、嗯。真棒！我当年穿过貂皮大衣啊、哦，带着我那混血的秘书。哎呀，您别提这个了，怕他们忘了。啊，北京的故意来，满腔满调。哦，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原来是当儿的。嘿，去的有儿黑呀、啊。哭断的面儿啊，哎，瞧完面儿，嗯，翻过来怎么样？你看看筒子吧，不错，这皮子是九道弯哦，起个名儿 啊, 啊，叫三样开泰的吧。嘿，不管多冷的天儿，嗯，刮多大的风，哦，下多大的雪，是滴水成冰，哼，点水成灵，哦。穿上我这件皮袄怎么样，在冰地里睡觉、哦、在雪地里去冲地儿去吧，不错，你怎么会就忘了冷了，皮袄好把你给冻挺了，冻挺了，北京的故意，哎，真不错。其实各地都有，山西的、山东的、宁波的、上海的、天津。哦，天津故意也好听。天津的，天津卖故意净在哪儿啊？故意街、嗯。哦，哎，他这个天津骨子里边，嗯，很幽默。幽默。做买卖呢，你听吆喝，他跟北京人就有区别。怎么呢？天子脚下，精气神十足啊。嚯、哦！你刚才这一件那个皮袄啊，是吊门在这儿。对，天津那一听就是吆喝着玩，伞杆子他也不着急哦，搭了伞杆子啊，爱卖不卖，谁卖这件皮袄啊，你来过来看看吧，啊，太阳的好筒子吸了口的火呀、嗯、你的肚里冒头啊，带来卖着水儿 啊, 啊，撒过俩枣拿走吧，你来把它拿的吧、哦、卖了它这个我也去啊、哎、你干嘛去，我你拿钱去、哎、拿钱去，闹着玩、哦、各地的风俗不一样，是这跟当地的风土都有关系，那是肯定的，比如说北京城卖菜的青菜，呵啊，挑着一个扁担前后的箩筐、哦、十几样青菜、嗯、一口气吆喝出来跟唱歌似的，什么味儿啊，精气十足啊，您学学，这一出来、嗯、啊，早上起来好、哦、后边也不行，懂啊，废话，都睡觉了、哎、吓人，哎，抖了丹田，嗯，香菜辣青椒，哎，高葱嫩青菜，来扁担切的黄瓜架冬瓜，买大海鲜，卖萝卜胡萝卜扁萝卜的脸的香椿的块的好韭菜，这一大套，站在长安街上就这一嗓子啊，连通县都听得见，嗓子好，通县还有一卖菜的、哎、嗨，俩卖菜的，这废话，肉嗓子喊得到那儿吗，没这么大声，好多叫卖的现在都没有了，是吧，炸油条的啊，过去炸油条的吆喝多好听啊，炸油条还吆喝，当然各种吆喝方法不一样，咱们挑简单的啊，您学学，炸油条拿着大筷子这儿扑上，
油里边正炸着呢、嗯、啊！怎么吆喝？哎，油又青来，面儿又白，扔到锅里边飘着起来，越炸越炸，赛过烧鹅嘞！好大个的那是油炸鬼儿哎！嘿，有点意思。炸油条，哎，过去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，炸油炸滚嘛。啊，哎，炸了个圈儿，圈儿里套着杆，母连僧九母到西天，打开了丰都城，砸开了鬼门关，放出来十万六千的恶鬼儿，恶鬼儿哦，炸鸡呀，有点意思、嗯，真不错。炸油条，嗯，油条过去啊，吃油条都是不是学问？哦，因为你瞧这油条得够一尺，这么长。枣红色，嗯，说这油条这根弄出这面短了，不够一尺，怎么办？打别的上面掐一块，也得补给你，就这么实诚。吃的嘴里边又香又脆，嗯，这边吃那边枪毙你爸爸，你都不心疼？这不至于的，谁这么狠呢？就说这意思。现在油条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早上有时候门口看看卖油条，我都乐。怎么？就那么来长，一哈来长，就这么长。那个黄不筋的惨淡的颜色，哎呀。有时候我老爱问他，嗯，你这扎铅笔怎么卖？哎，铅笔，有扎铅笔的吗？啊，这头搁嘴里，这头咬，嗯，你这一撒嘴，啪，准抽脸上。好家伙，改皮条了吗？这嚼不动啊，得拿剪子搅，哦，搅碎了搁在手里边，啊，嗯，来杯水，这好，这是咽药呢，跟吃药似的啊。所以说现在这东西有的时候质量实在是个问题，真不怎么样，那就更别提叫卖了。嗯，你过去卖包子也吆喝，包子怎么吆喝？包子大伙都吃过啊。啊，过去不一样，汉民的、回民的各地的吆喝各有不同。哦，您学一学。汉民、嗯、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，包财，包财好摆我的面里边，尝着包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里边。哎，汉叫的是。贵叫清真，一般是小伙计、嗯、小徒弟端出来之后，这一屉羊肉包子热气腾腾，嘿，吊门顶着脑门，童子印儿，新热的天里里包肉地里发里面的包儿又热来，嘿，这个亮堂，小伙计童子印儿，嗯，山东济南啊，火车站底下天桥边那儿。哦，过去有一卖包子的，是正经老山东，吆喝起来吓人。怎么吆喝呀？吃包子，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！这嚯，咬一牛犊子了，多的包子把牛都包子里边了。形容好，哎，说那个肉多，哎，天津包子四海驰名，是狗不理不吆喝。哦，人家是做商大买卖，卖夜宵包子的吆喝。他怎么吆喝？夜里十二点多，嗯，打牌的了，嗯，看戏的了，哦，或者像于老师这样刚回家的这个、啊，我呀，啊，老有我呀，散场啊，演出散场回家了，啊啊，这会儿饿了，嗯，起火做饭犯不上，啊，吃几个包子，嗯，垫吧垫，卖夜宵了，哎，一般是个老大爷，嗯，挎着个篮子，哦，装几斤包子，是，篮子上面挂着小棉被儿，嘿，走街串巷。夜深人静，你不能成本大套，那是不能打死嘛，是吧？哎、这炒人不吆喝起来俩字儿肉包啊、哦，吆喝肉包，肉字儿出来，你还听得见包字儿顺着空气就走了，什么味儿？夜深人静，悠悠雅雅，胡同转角过一老大爷来，肉包，哎，花俩字儿肉包哦，哎，肉包，这嗨，就这么吆喝，就这么简单、嗯、啊。过去还有这个卖十三香的啊、哦，那是调料，哎。一袋一袋的调料，嗯啊，码在地上，他手里拿着一张四方的纸，啊，这手拿一勺，嗯，蒯这个面啊，往那手里边这纸上放，好，唐山人居多，对，一边蒯着这药面、嗯、一边嘴里边是半说半唱，手嘴都不闲着，小小的纸啊，四四方方，嗯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包绸啊缎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，大姑娘用纸的描龙又画凤，小夫子用纸的画个鸳鸯，一对那鸳鸯分左右，比目鱼儿列的两旁，此纸落在我的手，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啊，哎，好，有味儿。卖十三香的，对，还有这卖糖葫芦的吆喝也好听，这也吆喝。糖葫芦大伙都知道啊，是一根竹签子，嗯，搁七个果，对，越往上越大，嗯，哎，拿冰糖蘸完了，啊，尤其冬天吃又酥又脆，好吃。北京城吆喝这个悠悠雅雅，怎么吆喝？蜜蕾。冰糖葫芦来哟，葫芦好听，葫芦有点意思、哎。天津不叫糖葫芦，那它叫糖墩儿。
哦，糖堆儿，你看都是糖的东西堆在一起吗？这么叫是吆喝一个字儿，叫就吆喝堆儿，就这么吆，能吓你一跳。怎么吆？堆儿啊！好家伙，堆儿啊！老有这一尾音儿，你看看，嗯，显得那么沧桑。哈哈，有人吆喝的字儿多。哦，哎，大红果的糖堆儿，你瞧。把这品种告诉你，大红果的，嗯，其实我老想给他们改一改。怎么？时代在发展，社会在进步、哦、啊。再一个，你那糖堆也不全是大红果的啊。对，它有别的。现在什么水果都有。那他万一要弄一个别的，弄一个，那就给他改了就得了呗。能改？可以呀、啊。那比如说有那个橘子的糖堆儿。Orange 堆儿。什么呀？啊，多好啊！就这么改了，连外国人都明白了。哦，嗯、那就苹果的 ，apple 的、哦，面的，馒头啊，馒头，废话，啊、有卖馒头，糖棉花那是啊，这是。现在啊，很可惜，实际上叫卖是一个街头的文化啊，很少再见到了，没有了。不过前两天我看见一个，没把我乐死。看见什么了？我前两天去天津啊，天津马路上瞧见一大哥哦，卖货还跟那吆喝呢。他卖什么呀？光盘。就这还敢吆喝？乐了，乐了，谁乐了？我听这新鲜，说这新味里，我这听见什么了？啊、我说这还敢吆喝？卖光盘，大伙儿我一说你们就。懂了是吧？哎，对，懂吗？啊，这前排俩姑娘，咚咚！我提醒你们少看那个两三个人就演完的电影。嗨，一般卖这个光盘的，他都不敢在街上，他偷着，在街上也是找一旮旯啊，或者怎么着的啊，光明正大站着喊，这不多见。这胆子多大、啊？一个天津老爷们儿哦，啊，四十来岁，嚯、哦，啊，攥着啤酒，叼烟卷，烫一脑袋花卷啊，我呀。老说着跟我似的，胸口这挂着一大包啊，俩手拿着好些个光盘，嚯、哦，就不多解释了啊啊，是各式各样的光盘，啊、往一站、嗯、啊，满嘴天津话跟这吆喝，他怎么吆喝？太可乐了，您学一学，还得看看有人没人，得瞧瞧，嗯，看光盘，看光盘，嘛都有 啊，有男的和女的，有男的和男的，有女的和女的，还有你妈小动物啊，哎，这。